我叫唐启子，是唐家中医第52代传人。我们唐家从唐代开始就是世世代代的神医之家，但是我爹这个老古板做事一板一眼，不知变通。可我就不一样啦，说起看病赚钱，我可是有一套好方法。你是不是有喜了？瞎说什么呢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。那你怀里这位是？我就是过来帮我侄女抓感冒药的，还硬说我有病，看你们才有病。你真的有病，你别不信。那你说什么病啊？你是不是最近口中发苦，嘴唇上有溃疡？是啊，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眼花，睡眠状况极不稳定，还有着舌苔增厚的症状。是啊。哎呀呀，你这个病啊看似普通，但它非常的危险，前面的潜伏期很长，一旦发作便会立即毙命。毙命？那我该怎么办呀？这位姐姐，咱们看病是一个价，开方子抓药可是另一个价了啊。价格好说，唐医生你快帮我看看吧。这是给您抓的药，一定要按时服用。谢谢你，谢谢唐医生，我赶紧回家煎去了啊。谢谢你们，慢走啊姐。好嘞好嘞。哎姐，你是怎么知道他有病的？我就看到他一直在舔嘴唇啊，然后就料准他嘴巴上一定有溃疡，其实就是普通的上火。可以呀、唐姬子，上个火让你说那么玄乎。那是，不然你姐怎么赚钱呢？唐医生在家吗？在。爸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唐启子，罚你跪祠堂，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反省，天亮之前不准起来。你罚我跪，那我就偷喝你的酒。我说，列祖列宗们，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，人模人样的，怎么就生出我爸这么一个老古板呢？不让我给病人看病，也不让我跟念咒哥出国进修。要不，你们下来跟他聊聊呗。唐延无忌，大风快去，列祖列宗别怪我。唐延无忌，唐延无忌。大宝，大宝，大宝。大宝，大宝。大宝在哪儿呢？这幅画怎么掉了？Thank you.
今夕何年？何年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乃大唐开元年间太医署掌事人，掌管神都472个大小医署，因救人无数，百姓皆称我为神医。你说你是从大唐来的，那你怎么过来的？我从画里而来。不管你从哪儿来的，你要到哪儿去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又怎么了？因为你的镯子和我的玉佩发生了连接，是你将我唤醒，从画中救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离开我一丈之内，只有等我们成婚，留下血脉之后，才能解开连接。成婚？你有病吧你！唐姬子，你一定是在做梦。唐姬子，你一定是在做梦。我平素出入平康里百花宴，似你等姿色，只能地酒端茶。虽然你皮相普通，肤质样貌也属下等，不过既然镯子选择了你，我也不便多言，希望你尽快禀告双亲与我不日成婚。成婚？从即日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记住了，要叫我神医大人。是。那你是不是叫宁采臣啊？我姓唐。唐采臣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功夫了，此玉石被弘忍大师施过法力，镯子和玉佩本就是一对，所连接的二人无法分开一丈之内，一丈之内视为夫，这就是丈夫二字的由来。红线所连接的二人会在一丈之内形成屏障，一旦超出范围，便会被弹回。姓唐的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庸医，你给我出来！张大哥怎么了？唐医生，我这猪心吃了一箩筐，大嗝也是猪心味儿，放屁也是猪心味儿，可到了晚上，我还是做噩梦，出虚汗，我老婆也觉得我有问题，我跟你这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给我说，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张大哥，这个病啊，它就是千奇百怪的，也不是都能药到病除的。医圣张仲景曾说过，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，这就是辨证论治啊。更何况您这个是肾虚啊，这是个慢性病，需要一个很长的治疗过程，不能着急的。谁说我肾虚了？我肾好得很。姓唐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张大哥，你现在就给我赔钱，不然我把你的医馆给你砸了。肝气郁结，
气质血雨，动辄暴躁易怒，遇怒则伤肝腑。哪个地方来的臭唱戏的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你心房事时常有平而无力、举而不坚的症状，我有一方可保你房事自由，肾囊饱满。啊，什么方子？按照此方去抓三副药，若三副还不见效果，你再来此处，到时候赔偿的价码你来开。去抓药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有讹你啊。是。赔偿的价格他来开，他要是到时候狮子大开口怎么办？医者父母，治病救人，要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，你还做什么大夫？你真的是大夫啊？是神医。是神医，神医。能不能把刚刚的方子再写一遍给我，我拍张照给我爸发过去，别又捅什么娄子。你要说神医大人能否将刚才的药方传授于我。你要跟我学医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中药讲究的是十八反十九味，相生相克，配伍严谨，切不可乱用。你要那吃猪心又不搭配其他药引，难怪见效慢。猪心又吃不坏，不行就不行。谢谢。保护妻子乃是丈夫之责，无需道谢。谁是你妻子了？我们还是赶紧想办法解除连接吧。既已连接，缘分既为天定，你还是赶紧准备吧。准备你个头啊！准备。喂。早啊，妻子。早啊，宁哲哥。我今天过来镇上有点事儿，你在家吗？我过来找你吧。不用念周哥，我去找你就行。那好吧，那咱们老地方见。好啊。这是何物？为何能千里传音？手机，这都不懂，脑壳。害我一晚都没睡。面纸粗糙，口齿劣质，梳妆简陋，化妆手法更是平平。作为女人，你活得也太可怜了。你行你来啊。还不知道你的芳名。我叫唐启子，我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人要见，既然咱俩暂时无法分开的话，就晚上回来再解决吧。哥，多说一个字不行。宿命的幻化，君子如画。谁跌下了朱砂，没带轻轻花。没想到你真的有两把刷子。我曾
在宫里画过丹青，那还是开元年间的秋天。行了，快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等等，既然要出门见客，我还没有薰衣体面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。既要出门，不应该先备马车吗？没有马车。若没有马车，那只能降低些要求，驴子或者骡子都可以。你说的这些都逊毙了，我带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电驴。电驴。来，上驴。你家的驴子模样好生奇怪。听着叫声，体质还算健康。把这个戴在头上。上来。马骑过没啊？跨上来。啊。你看着啊。先开这个，再按这个，最后拧这个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！唐财神，我刚说的话你记住了没？我不叫唐财神。哎呀，不要在那些细节嘛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就是陌生人，知道吧？啰嗦。你好。你好，三杯拿铁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拿铁？拿铁干什么？哎，吃吧。哎，你。你就坐在这儿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记住了。三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也刚到。坐吧。竟有如此苦涩之物。去国外的事儿，你跟师傅商量怎么样了？我爸还是不同。师傅他老人家，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。依我看，中医就是伪科学，早晚会被淘汰。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苦苦坚持着。再者说了，这阴阳调和本来就是哄小孩的，还没有西医一刀下去来的实在呢。谢谢。这次我带了集团老总的女儿来小镇治疗，如果国外去不成的话，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的医疗团队？起子，起子，那我自己来。庶子荒谬，既然如此诋毁中医，还于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人欺世做出如此下作之举，你谁啊？我乃大唐开元年间太医术掌事人，曾掌管472个大小医术，亦是他的丈夫。启子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请你以后不要骚扰你。都跟你理论，跟我走。哎，你先走，哥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，待会儿给你解释。哎。
不是说了装不认识吗？干嘛突然冲出来？此人面相肌瘦，颇有虎狼之相，不可深交。我告诉你，不许这么说念周哥，人家明明是温文尔雅，还像你冷血无情，傲慢无礼。你是想坐上来，还是被拖着走？你晦气吗你？之前说过，哎，小心！啊，小心点儿，右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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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边有人！小心，别撞见人了！怎么回事？会不会骑车啊？小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刹车！刹车！我们停车，停车！谁看见人了？我救命！我救命！驴子病了，自然有兽医处理。我是给人看病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这都什么歪理啊！过来帮我扶车啊！哦。姐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姐，下棋。啊，爸，哎，你们不是去外地进药材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馆，我怎么能放心？万一来了病人怎么办？那我也可以治啊。跪了一夜祠堂还没想明白是吧？啊，就像上次一样，把肠胃病治成肝脏病。那我那是……哎呀，你是长女，要有担当。到了年龄，找个本地人老老实实的嫁了，不要总想着跟那温念柔出国。你说你出国能干嘛？爸，我有我自己的规划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留在你身边？每次……姐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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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吵了啊！姐，生气长皱纹啊！爸还是为了医馆好吗？你看我跟爸刚从超市回来，咱今天吃火锅呢，我还给你买了臭豆腐。臭豆腐？哇！王婆家的，啊，还有这么多吃的呢。您是启子的男朋友吧？爸，你别瞎说，他才不是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小伙子，要不要到家里一起吃个便饭？伯父邀请，却吃不够。好啊，那走吧，请。豆豆，帮你姐推车。哎。走了啊！姐，你这车坏了吧？嗯。好好车让你干成这样。你倒是丝毫不客气啊！记住，不要再乱说话，否则我就撕烂你的话，让你彻底凉凉。啊！我走了，走了。小伙子，吃菜。你家是哪里的呀？常住的几套宅子均在神都，我有在燕城、通川、咸安置办了十几套房产。首都的三套用于常住和入朝，三套用于夏日避暑，两套用于冬日御寒，四套用于和各地友人相见，另外四套用于安置储物之用。嗯，那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乃大唐开元十六年皇家任命的太守。他叫唐彩辰，是我网上认识的网友，之前呢一直在做 coser， 前段时间吧因为失恋一气之下就把工作给辞了，爸妈呢又都在国外，就想着咱们镇上这景色好呀，想来溜溜玩儿散散心，结果路上手机跟钱包都被小偷给偷了。爸，
咱们能让他在这儿住几天吗？哦，好啊，可以。少说话，保你平安。那个小唐。哦，对，小唐啊，你看我家妻子也不小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伯父，请说。不知道你们结婚以后打算在哪儿定居啊？这么说，伯父是同意我们的婚事了？我就知道你们俩。哎呀，爸，不是，我们俩就不是男女朋友。唐棋子，你别说了。唐棋子，小伙子，你说。如果棋子能与在下成婚，那全由您的心意决定。我当然想让他留在医馆了。当然可以。啊，吃彩啊！哎呀，小伙子呀，打我见你第一眼我就觉得你不错。哎，刚才你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考索。哦，好工作啊。那你爸妈同意你搬到这边居住吗？爸，你能不能别问了？什么？好，吃菜，我吃饱了。我也吃饱了，在下就先行告。姐，你那臭豆腐不吃给我啊。马大，考色是什么工作呀？爸，是 coser， 是个英文单词啊，就跟唱戏的差不多。不是爸，你真相信那小子有车有房有产业？说白了，我姐这朋友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无业游民。我姐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看脸。哎，太肤浅。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啊！我看那小伙子眼神清明，说话有礼貌，不像你想的那种人。你姐好不容易带回来个男朋友，咱们可得好好的照顾人家。我去给他收拾一下房间，你把火锅收拾一下。啊，你真不知道，现在网络诈骗可厉害了。哎，你真走了？走就走，全是我的。小唐。这是我家棋子专门给你准备的生活用品。我什么时候给他准备了？有劳伯父和棋子了。不客气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小齐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嗯，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哎呀，走了。嗯。妻子，你以后对待男孩子不能那么强势。你看你刚才在饭桌上都不让人家说话。怪不得没有男孩子追你呢。谁说没人追我了？嘘。请你以后不要骚扰女朋友。先回去了，你们再聊一会儿。哎，爸，这个镯子，它有什么故事吗？没有，那镯子能有什么故事？那不是你妈留给你的，那是你妈当年的嫁妆。我是说啊，就是它有没有什么传说着？其实你别整天给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啊，我忙着呢，聊一会儿赶紧回去睡觉。嗯。你为什么不跟伯父承认我们的关系？因为我们就真的没关系啊。确实，没有三书六礼，女子家应当矜持点。既然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分开，你拿上东西去我房间。
妻以夫为纲，不应当是你搬过来吗？谁承认是你妻子了？伯父刚才不是同意了吗？婚姻关系自古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们当代社会能讲究的是婚姻自由，由当事人决定，知道不？像你这种态度，谁愿意嫁给你？行吧，既然要娶你，今天就依了你。介绍一下吧，这个呢是大宝，大宝啊，那个叫唐彩辰，你马上会认识一下啊。你还不谢人家，要不是人家大宝，你现在还在画里呢。今晚我们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睡地上，我睡床上。你让我睡地上？压吧。君子自行正道，压正面。行，那正面你睡床，反面你就跟大宝睡。狗都嫌弃你，是吧，大宝？你输了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本人一向喜欢席地而坐，择地而卧。行，你想睡地上就睡地上呗，自己铺床。铺床叠被不应该是下人做的事情吗？唐彩辰，请你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。你住的是我家，用的是我的东西，我才是甲方。在我们这儿，甲方都是爸爸。哎，叫爸爸。爸爸是什么意思？爸爸就是给你东西的人，比如说我。哼，刚才你对伯父也是此等称谓。休想占我便宜！你饿了？没有。嘿 ，Mary， 在呢。打开外卖。为您打开外卖。这是谁啊？这就是我的下人。你不是说没有下人吗？这么晚了，没想到还有厨子。那是我的私厨。想吃吗？君子不吃嗟来之食。假正经。今天晚上呢，是我害你没有好好吃饭，算我欠你的。那，请你。我想先洗手。真麻烦，跟我来吧。你看啊，这个呢是洗手液，你先把它这样摁在手上，接着你就打开水龙头，将手润湿，你就搓搓搓搓搓，它就会有泡泡。接着你再打开水龙头，再冲一下，干净了。在干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，脏死了！等到月光无暇，这侧绸倒是洁白柔软，毛侧也比皇室里面的略微奢华。想不到你还挺有钱。还行吧，我们这边呢，家家都有，实现共同富裕，人均帝王享受。你先出去，我要沐浴更衣。是吗，安南姐？那你就别吃火锅啊。
管如何，我一定要转世再生。怎么又停电了？不是叫喊。没事吧？嗯，刚刚停电了，最近总是被限电。你没事吧？我也没事。哦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嗯，你快把眼睛闭上，你在我离开之前，你绝对不能睁开，你快点。小姐，那个今天是我太唐突了，突然说你是我女朋友什么的，我就是看她太无理了。念珠哥，今天应该是我道歉。哎，对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我明天医馆可能会有些忙。哦，我本来订了两张电影票。怎么有男人的声音？哦，我看电视呢。啊啊，来了。我爸叫我，念珠哥，我有事得先出去一趟。哦，行吧，那你早点休息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白天我跟你说加入医疗团队的事儿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嗯，行，我考虑考虑。念珠哥，那我先挂了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如何将兔子印在布料上？兔子，你现在就给我解绑，立刻马上！其实你不必过分在意，妻子丈夫心切房事再正常不过。你放心，为夫会对你负责。负责你个头啊！就在那待着啊。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小琪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早啊，爸，我那个叫你起床呢。唐彩晨起床啦，起床啦。啊，爸，那个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就先走了。
哎。嗯，快点。哎呀，这对小情侣，都怪你这个拖油瓶，害我现在只能躲躲藏藏，连出国的计划都泡汤了。我白白攒了那么久的钱。也许我能陪你同去。你有身份证吗？你买得了机票吗？你还想出国？既然不知道如何解决，不如先试着接受我的存在。好像只能这样了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剪头发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孝之事业。若想融入现代社会，就要从发型开始。你喜欢男人留短发？我可不想每天走在街上都带着个怪胎。好吧，你若是敢骗我，定会让你好看。等剪完头发再带你买几身衣服。就花了我24500，他妈咪，这个是我所有的积蓄了。我虽然流落至此，但必不会一直居于人下。你放心，等我日后有钱，10倍本金还你。日后什么时候？日后，就是日后。你该不会是一点钱都没有吧？那你从唐朝穿越回来，身上总该有些什么值钱的吧？我现在确实身无分文。你放心，我会赚钱还你。等将你的钱还完之后，你若还是不同意做我的妻子，我就回到画里，你看如何？你该不会是早有预谋吧？他现在一心想与我解开连结，倘若他成为我的债主，应该可以暂时留下。从现在开始打工还钱。打工？嗯，你想想看，你会些什么技能？琴棋书画、射御书数，无有不精。你这些都是什么技能啊？现在有钱人才搞艺术呢。唉，我有办法了。们，古典妆容35一次，只要35，带您还原大唐风采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！我这双手，医治过无数皇亲贵族，日入斗金根本不在话下。我画的丹青更是千金难求，可如今，你让我这双珍贵的手，屈尊降贵给别人化妆，做不了。欠没欠我钱？24500，还钱。哦，还是其实有些人对自己的技术没有什么信心。笑话，以我的手艺，只要来了第一位客人，便能客随云来。那太好办了，钱我也免费，钱我也免费了啊！这是在羞辱我。
不懂现代人的思维啊，好用的不如便宜的，便宜的不如免费的，营销模式。前五位免费是吧？对对对，我在这看半天了，我可是第一位啊。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？没什么需求，漂亮就行。您这脸庞，这肤质，这气色，俺就是觉得这位小哥哥长得挺俊的，想认识一下而已。不管您是谁，只要经过了我们化妆师的手，就可以美艳动人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不相信你的脸，但请相信我的手艺。大脚的衣服妆容本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怎可草率应付？我好不容易才精打细算存下这些钱准备出国用的，结果都被你花完了。你们医馆现在已经债台高筑，按照这样经营下去，不出半年医馆就得关门。你闭上你的乌鸦嘴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你就留在我家打工赔钱打水打杂，只要能用得到你的地方都要立刻出现。我帮你把医馆的亏空补上，你答应和我成婚，如何？你连这24000的账你都补不上，你还要补气管的亏空啊？唐医生，唐医生，你昨天给我开的药真是神了，我吃了几副，效果很好，所以我今天我再来抓几副。这么快就有效果了？刚开始啊，我也不太信，所以今天早上我给我老婆。哎，细节您就别说了，那你把药方给我。好，鸡蛋是不要。谢谢唐医生，谢谢唐医生。唐医生真厉害。小张，小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？哎，身体又恢复健康了，能不开心吗？他那可是个慢性病，你给他开的什么药啊？药方子拿来我看看。此方看似平淡无奇，实则亦求补利散之阳，晚败绝之阴，不温不火，不轻不重，分寸掌握得十分精准。小琪啊，有进步啊。爸，不是我了，是他。小唐，你也懂中医？略懂一二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我国医馆帮忙啊？也是，毕竟你也是大户人家。快答应，不然我还得想其他机会把你留下。爸，他同意。可以。答应了。那明天你
就来国医馆上班吧。刚开始工资不高，一个月3500。太好了，爸，那你就把他的工资打我卡上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行行行行，我明白了啊。那明天你来上班，我先去忙了。Yes， 以后每个月就有3500进账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还7个月，每个月我怕你70块零花钱，自己省着点花哦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天使。怎么才能快速了解你们这个世界？看电视啊。看电视。这是遥控器，不懂了吧？爸，我教你。不需要。你喜欢这类男子？废话，帅哥谁不喜欢？当然，学长那款说的最来。你是我的妻子。你能不能不要总动不动就说我是你的妻子了？这是言语骚扰。介于咱俩现在只是暂时无法分开，只能够勉强的住在一起。婚姻是要有感情基础的，我们现在没有感情，所以不可能结婚，你明白吗？那怎么产生感情？多看看电视，多学学人家是怎么做的，另外再多学学现代语。睡觉。干嘛呢？放着，我直播用的，你再给吃完了。有什么好直播？你都直播一年多了，粉丝还只有3位数，有什么好播的呢？浪费食物。3位数怎么了？我现在就差一个一夜成名的机会，到时候广告接到手软，你可别眼红。嗯，爽的倒挺美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巴豆，又见面了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比较日常的食物，炸鸡，还有这个老婆饼。好像昨天就吃这个老婆饼，是我从一个古镇上买的，听说特别的好吃，我给大家尝尝看。还吃老婆饼？就你这颜值能找到老婆吗？黑不溜秋的，你祖上是包公吗？你这张脸要是打上马赛克的话，我们还能做好朋友。哎，你这张脸啊，生活挺难啊。这是何物？我以为会有两个巴豆。你这是手机直播，就是只要通过这个小黑魔盒，你点它，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你。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我。
这么神奇。主播后面那个男人好帅啊，三秒钟我要这个小哥哥的所有资料。神眼啊，是我的菜。主播你快让小哥哥来做吧，我们不要看你，我们要看他。就是就是，你快走开。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各位老铁，大家想看到帅哥现在已经坐这儿了啊！各位路过的朋友，给个红心，给个关注啊！小哥的皮肤好好啊！那我要干点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？你吃炸鸡，你喝可乐，啊？还有粉丝提问呢。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像你那么好？对着他说吗？嗯。可以先用茶水敷面，红枣搭配柠檬汁清洁面目，洗完后再用鸡蛋清或者露水轻拍面颊，根据每个人的肤质不同再加以保养。我就不信唐彩晨这个老古董都能火，以我的能力还不是轻轻松松拿捏。宝宝们，我是小唐医生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容养颜的药汤啊。其实味道还不错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我要沐浴更衣，你先出去吧。天天都沐浴，这么爱干净啊？你要跟我一起沐浴吗？谁想跟你一起沐浴？日子里。你给我拿的这件衣服也太小了。不小啊，我看这不挺合身的吗？都是这样吗？净学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有几个看电视啊？这电视里不就是这样吗？彩晨兄，咱们继续直播吧，你这个神仙颜值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做出此等出卖色相、与人欢笑的事情，除非让你解求我。你等着，没门儿。那你看这个呢？照片呢？唐八洞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求彩晨兄直播，我就帮你隐瞒秘密，要不然我就告诉班你们俩。唐彩晨，你现在也是医馆的一份子了，直播可以帮粉丝科普医学常识，还可以顺便带货，是不是两全其美呀？你求我。好，我求你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一下吧。小姐，小姐。宁州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你，少哥。还有巴豆和师傅的，谢谢建州哥。借过。干嘛呢？如此下作之人，就应该扫地出门。小姐，这位是，要不要我再泼你一次？给你加深点印象。你在这儿做的？我不仅在这儿，我还住在这儿。小琪，小琪，啊，师傅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专程来看您的。三年前你离开我医馆大门之后，已经不是我徒弟，我也不是你师傅了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爸，念珠哥也是一番好意啊。就是啊，爸，念珠哥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就留他吃顿饭呗。嗯。师傅，当年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不求您原谅我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们。爸，念珠哥他也是诚心道歉的，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有所语，就必有所图。你少说两句。哇哦！大家都吃饭吧。嗯。小喜，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吃红烧了，多吃点。谢谢念哲哥。你最近皮肤不好，需要戒荤，多吃点素食才能均衡。素食的话，小喜只喜欢吃土豆。青笋健脾利肾，补精益气，是个好东西。蔬菜还是得吃青菜，韭菜利于活血散瘀。金针菇，粗粮。鸡肉、青笋、鱼肉、肉丸子、土豆、白菜、青菜，够了，这是不是太多了？吃饭。对了，师傅，我最近听供应医馆的药材商说，药材供不应求，导致价格疯涨。如果医馆有事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你多虑了，医馆的效益很好。我和巴斗在为医馆直播，粉丝遍布天下，医馆的发展一片光明。姐，还想和你聊。对了，伯父，好久没有对弈了，今晚一起下棋吧。下棋？下什么棋啊？能住在这里的好处就是，不但随时能向您讨教医术，还能和您对弈品茗。对了，小姐，还记得大家以前都抢着喝师娘给你做的番茄上菜汤？嗯，就是抢着喝才更好喝。真怀念以前的日子。只不过师娘她吃饭的时候少说话。你我巴豆按照3-4-3分成收益结算，还有十几天你的债务就可以还清了。快要还清债务了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我才貌双全，有房有马，且忠贞不二。你为什么会偏偏喜欢那个虎狼之相？你这是对学长有偏见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医术不如人家厉害，所以就……虽然我不了解他。但是我堂堂生意怎么会畏惧这种民间小医？我就是喜欢他，他就是比你厉害，反正他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的，他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唐彩臣。
子里就是我的神，我讨厌你，以后跟我保持距离。念周哥，你在忙吗？你找念周吗？啊，他去洗澡了。你是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周周，有人找你。周，嗯，没事了，你帮我告诉念周哥，帮我告诉我一声，没事了。娘，别怕别怕，娘，别跳脚。带上这个吧。别跳脚。不走不走，别怕别怕，娘在呢。有没有修容洁面的工具？坐下。丽丽啊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爸，我想出去走走。你这么着急，出去干嘛呀？老爸，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主播，他好像也在这个镇上，我想去找他。乖女儿啊，你再忍一段时间，等你病情好转了呀，想干什么都行，啊。吴医生，你做我女儿的主治医生也一年多了，我女儿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的，你这次有没有把握？刘总，丽丽还有最后一个疗程就可以康复。好，果然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啊。你之前改造国医馆的企划书我看过，
只要丽丽能像你说的那样彻底康复，我就赞助你开医院。这最后关头你可不能懈怠啊。刘总您放心，对于这次的医疗计划我非常有信心。各位老铁，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啊，咱们下次再见。我和巴豆有要事商量，你且回避一下。啊，巴豆，你随我来。他找我干嘛？怎么了？我和文念珠谁更优秀？啊？小点声。颜值那肯定是彩臣兄更胜一筹，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有钱才有魅力，您呢充其量算是一个绩优股，首先你就得解除跟我姐的债务关系。可人家念珠哥就不一样了，人家是一个完成时的精英。我惹妻子生气了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这你问对人了，想让一个女孩开心的办法只有三种，给他钱，给他钱，还是给他钱。可我觉得妻子不是如此肤浅之人。你是不了解他，我是他弟我还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帮我个忙。你帮我把这块玉佩拿到当铺去当了。这真的假的？这值钱吗？应该值些钱。财神兄啊，不，姐夫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姐？喜欢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喜欢不了。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，你惨了，你惨了！胡说八道！我们走。恭喜你啊，我算过了，你的债务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。本来就没有什么难度，现在是不是该聊聊咱俩的事情了？又来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不会嫁给你，咱俩现在是要找办法把连接关系给解除了。是不是因为那个温念州？跟他没关系。姐，巴豆，你惹上黑社会了？说什么呢？那个，各位好，请饶命。那个，我弟弟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你们干嘛呀？辛苦二位。妻子，你就不能盼我点好？我只是姐夫的马仔，是姐夫有钱了，他把御赐的贡品当了80万呢。啊！妻子，拿出一成给巴豆，其余的自己保管。谢谢姐夫。你当什么了？玉佩啊！他是为了不输给念州哥，显示他有钱。你幼不幼稚啊？玉佩你当了？妻子，妻子。哎，你把那一成给我呀。这个玉佩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下次不要做这么蠢的事情了。我只想让你开心。知道了，开心开心。所以你不生气了吧？我什么时候生气了？某人大人有大量，从来不生气是吧？切，懒得理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叫西西。西西，好，这是你的。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叫庄佩文。这么多人干嘛的？不知道啊，一晚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。志贤哥在这儿呢。那个，
道是你的粉丝，能跟我合张影吗？姐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粉丝们太热情了，看到发货地址自己就找过来了。嗯，药材购买满100元可与男神拍照一次，购买满500可以拍照合影加握手，购买满1000可以拍照合影加握手拥抱，绝不放弃任何一次赚钱机会。这个是你交给我的。你怎么自己不上呢？我这不是颜值不够吗？现代社会民风开放，为了维管，你要学会奉献自己。姐夫这样你就不吃醋？谁爱吃谁吃。哎，你怎么还亲上了呢？唐采臣，你快点回来吃饭。这么回来干嘛呀？现在正是粉丝热情的时候呢。你傻呀？你想想看，要是给你亲话的，谁陪你直播啊？快去。大家静一下啊，咱们今天就结束了。我今天表现可以吧？我可是强忍着不舒服，严格按照您的指示，本着赚钱第一的原则。你不喜欢吗？我看你一脸享受的样子。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和医馆。那你怎么办？又停电了。可是我还未洗漱，这样睡觉很不舒服。没事儿，我不嫌弃你，又不是第一天睡了。好吧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快点吧。这干嘛？当我不存在吗？有失体统，有伤风化。唐妻子，你竟然学人家同居，闭嘴。还有你，我家的姑娘我自然清楚，她是多么的单纯。我本来以为着你是个好孩子，还想着撮合你和我家小七在一起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哎，爸，我们是真的不能分开。放肆！为什么不能分开？我觉得我姐可能是怀孕了。唐妻子，未婚先孕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过几天就当上老爷了啊？那我就能当舅舅。你闭嘴！你们不要乱猜了，跟我来。干嘛去？嗯，站住！我本来是在这幅画里面，是妻子将我从画中解救了出来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能离开一丈之内。从画里出来，这是什么奇幻设定？带玉石之类的东西。
你真相信他是从画里出来的？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嗯，你姐八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，怎么都治不好，后来经高人指点去山上寻求博弈大师，大师说你姐是至阴之人，要用阳气来压制，就给你姐佩戴了这个镯子，能保你姐健康平安。大师还说这个镯子是用奇石制成，至阳的部分制成了镯子，至阴的部分制成了另一件玉器，如果两人相遇就会发生连接，看来这是天命。只有妻子和我结为夫妻，落得夫妻之时，才能解开连接。所以你们两个没有那个爸，我们真的没有做出格的事情，清清白白的。小唐，那么我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家妻子？我们只是连接在一起，谈不上喜不喜欢。原来他是从画中来的。既然不喜欢，就不要耽误我的女儿，也不要玷污了她的清白，以后你们就不要在一起了。至于链接的事情，明天上山上去找博弈大师，他也许会有解开的方法。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要不休息一会儿吧。有车。啊，人在哪儿呢？你要不要下来看一下？哎呀，有车有什么好看的，快走啊。你们可倒好，自己跑过去游山玩水，留我一个人在这守铺子。有啥可守的呀，也没个生意。八道，念周哥，小启呢？在这儿呢。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可不是嘛，天天黏在一块儿，形影不离，难舍难分的。他俩呀就差入洞房了。他们去这儿做什么？他们上山上去了，说是去树林子里找一个什么。拔豆啊，去把药材带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我是想跟您聊聊医馆的事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不需要了，医馆有小唐帮忙，很快都会好起来的。医馆直播卖药是搞得不错，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我求我们老板帮忙，可以帮医馆做明细贷款。不用了，贷款的话我会去找银行，你呀有这份心就行了。这样吧，师傅，我把合同放这儿，如果您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我先走了，师傅。没舍了，放我下来吧。啊，放我下来呀。那边风景不错，我们过去欣赏一下吧。我们又不是来玩的，是来解绑的，快点。
脚。脚崴了。去那边休息一下，慢点。啊。这么疼吗？坐那儿，给你看看。小心啊。这是不是这儿啊？对。嗯。在左边。左边。再往右边。这不又回去了吗？还在右边。嗯。再往下一点。嗯。再往左边一点。到底是哪儿啊？再往下一点点。你这我。啊！别装了，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骗我有意思吗？我给你道歉，别生气好不好？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懒得理你。那解绑之后，你有什么安排吗？我很多安排啊，我要继续学习，去游乐场玩，去各地旅游，反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也不用带个跟屁虫了。那你的安排里面就没有我？为什么要有你啊？起子，射击！博弈大师在吗？我找博弈大师有事。施主不必多言，师父已经在等你们，请随我来。这位就是博弈大师。这是哪儿啊？你醒了，没事吧？这位就是博弈大师。哦，大师好。你们的来意我已知晓，我可以解除镯子和你们之间的连接关系，但是你们承担得了它的后果吗？大师你说吧，我们可以承担的。它从画中而来，你是现世之人，如果解除了镯子和你们的连接关系，你们就要各自归位，它也要回到画像之中。那不行，他还要继续学艺，替医馆打工呢。唐清简，唐代开元年间太医署掌事人，被世人封为一代神医，还需要学医吗？原来他叫唐清简啊。我不管他是谁，但是没有我的允许他就是不能走。大师，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？确实还有另一个破解之法。你把玉佩拿来。这个玉佩可以帮你暂时留下，但时限只有30日。30日之内，寻到与你灵魂相契的异性姻缘之人，你方可复生，否则你将神魂破散，彻底不复存在呀。不行啊，大师，30天也太短了吧，你能不能让他边连接边找呢？唐神医，你且附耳过来。手镯和玉佩
本是一块奇石，分为两块，你们本来就相当合适，但偏偏你的寿命已尽，这条线不仅是姻缘线，更是生命线，绑在一起后，他的生命会缩短，身体也会急速衰弱，只有解开连接，才能让他不再继续衰弱。刚才他的晕倒就是征兆。解除吧。你考虑好了吗？我不同意。我意已决，大师，请开始吧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吵架了？一会儿再说。你们解除联结了？分房分居，立刻马上现在。起子，不是，还有我的剃须刀。绑定了，也不用再配合他，想赖床就赖床，想晚睡就晚睡，想拉他就拉他，想打游戏就打游戏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他宁愿只活三十天也要跟我结伴，我管他死不死。这条线不仅是姻缘线，更是生命线，绑在一起后，他的生命会缩短，身体也会急速衰弱，只有解开连接，才能让他不再继续衰弱。刚才他的晕倒就是征兆。早上好啊，巴豆。你是在跟我打招呼吗？他是没看见我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不管了，蔡成兄，咱俩先直播吧。直播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人家叫唐勤俭，堂堂神医，怎么可能有空跟你直播呢？勤俭哥，咱俩没散伙吧？你帮我想想，他为什么会生气这么久？
女孩子生气是需要哄的。那怎么样才能让你姐开心？让一个女孩子开心，那肯定是送花啊。但我姐是个例外，她喜欢抽头。她都没谈过恋爱，你听她瞎扯。你现在的命只剩下29天了，你不想着续命，你想这些乱七八糟的。29天是什么意思呀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少打听。夏琪，夏琪啊，一会儿收拾完卫生，你和小唐一起把这些药给张大爷送去。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我们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起子，起子，我们一起去。什么情况？请你跟我保持一丈的距离。你就不怕我真的离开？那你走啊。大爷，您按时吃药，等吃完药了，我再过来给您复诊。嗯，好。嗯，我们店里啊，现在还有名医坐诊呢。哎，彩晨，唐彩晨，大爷您等我一下。哎，好。唐勤俭，唐勤俭。唐勤俭，唐勤俭，勤俭，唐勤俭，唐勤俭，唐勤俭。我不过是发发脾气吗？你干嘛那么生气？唐勤俭，你回来啊！唐勤俭，你快回来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唐宰辰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我去给你买臭豆腐了，买完我就迷路了，我也没有你那个小方盒子，抱歉。你又不许再乱跑了。给。那大宝怎么办？大宝在这里生活10几年了，他要是跑出去的话，闭着眼睛都能够跑回来。这个定位器给你，这样无论你在哪，我都能够找到你。无论在哪都可以找到。嗯，无论你在哪。我绝不允许我的计划出现任何纰漏。想做我的对手，你还嫩了点。听说您是造假的行家，稍后我把资料发给你。没问题。爸，我们回来啦。唐家不孝子孙唐一德，携犬子唐八斗迎接祖先。爸，你干嘛呢？伯父，
你这是何意？爸，你先站起来再说话。佳琪，以后你还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我们唐家的祖先。爸，开什么玩笑呢？姐，爸没有骗你，这本名和图纸上写着呢。唐勤俭，开元年间太医署掌事人，声誉卓著，被同代人称为医术冠绝一代的神医。跟彩神兄说的一模一样，我们都是彩神兄的后人，所以你们俩不能在一起，要不然就乱了。怪不得他的医术天赋那么高明。这个是哪来的？念珠哥拿的。镇长家的祠堂翻修，有间屋子重建的时候挖出了这份遗失的铭刻图志，我觉得奇怪，就拿过来给师傅确认了一下。我已经看过了，图志的后半部分和祠堂的族谱一模一样，图志肯定是真的。妻子，你怎么了？念昭哥，你真的相信他是我的祖先吗？师父跟我说他是从画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确实也觉得匪夷所思，但是既然师父都已经相信了，我也就不再怀疑了。倒是你听到这个消息很失落呀。也不是了，小姐，你我还不了解吗？一不开心就皱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现在想留下来，但是得在30天之内找到一个八字相合的姻缘人，不然他就要重新回到画里去。啊，这个简单，我可以帮他找。真的吗？找个人而已，30天的时间足够了。我们可以先从镇子里开始找。谢谢你，念周哥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小姐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之前跟唐祖先确实有点小摩擦，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他的事情，我会帮忙的。我和启子有事要说，你回避一下。小姐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我念周跟你说什么了？这个人居心不良，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还有，关于祖辈的事情，我确实不记得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你在30天之内找到你的命定之人。你从画里出来，不就是为了活下去吗？可我已经有了要成婚的人了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们之间已经解除链接，我不是你的妻子，而且我是你的后辈，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。我累了，先去休息。启子，启子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安静，大家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大家排好队啊，排队向前，同走无期啊。排好队。这念珠哥也太厉害了吧，这得全镇的姑娘都找来了吧。我想问一下，相亲标准是啥？看我行不行？啊，我们不看颜值，不看身材，不看年龄，不看发型，不看肤色。那看啥呀？我们只看出生年月日。哦，看我了，看我，看我。大家把身份证拿出来啊。我带。身份证。我跟你说，我可喜欢唐医生了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是1981年3月15号，行不行？啊，那您到这边登记一下，谢谢。哦，好，快快快！我不用唐医生出房子、车子，我给就好了呀。我可以和唐家。这位姐姐，请您不要破坏这个海选规则。您登记一下出生年月日。哦，这个手续。好，我叫李多义，今年22岁，4月9号出生的。啊，行，先登记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张亚婷，我是。这是送给唐医生的，
我一定转交给他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唉，早知道就让他们把生辰八字发到群里，可累死我。可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姐，咱们给祖先找对象的事儿，他知道吗？他同意吗？这事儿他必须听我的。谁说我同意了？赶紧把摊子收一收，我是不会相亲的。启德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真的觉得我是学中医的料吗？做大夫，努力、天赋、责任心，这三点缺一不可。你虽然缺少天赋，但你的努力和责任心足以弥补。况且，还有我这个名师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让大宝认真听，我也能教会他明辨义理。那我要做你最厉害的学生。神医大人，上课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直接看诊，放心大胆地看，就算是病入膏肓，我也能让他起死回魂。你看，治疗普通人，不是也挺有乐趣的吗？嗯，第一次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我觉得真好。不要取得一小点成绩就骄傲自大，你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我看你有的药方啊，并不高明，其实还可以。我们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，不是为了争辩救人的法子孰高孰低，斗嘴过瘾。是，不过您看看您能不能教教我们家巴豆啊？这启子吧，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如果巴豆得了您的真传，肯定能将唐家的医学发扬光大。再说了，巴豆这孩子天资也比较聪慧，唐家的医术本就是我所编撰，我同意传授给谁就给谁，而且巴豆也志不在此。爸，老祖宗说的对，而且我真觉得我姐适合做大夫，您的医馆跟事业啊，可以放放心心交给她来继承。我呢，就想一夜暴富，彻底躺平。混账！混账！这是你该作为唐家男孩子说的话吗？一点担当都没有。唐家的家训是什么？唐家的家训是什么？自强精进，厚德中和，重在医德，乐善好施。我看你整日就会让启子背家训，你自己应该好好品品，你做到了几成？认真想想怎么精进医术，面壁思过一刻钟，去祠堂跪着吧。是。我马上过去。启子，做我女朋友吧，我们一起出国深造。周哥，我已经决定留在小镇了。为什么？是师傅不让你去吗？不是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觉得镇上的居民们比起需要一个医术精湛的唐医生，
更需要的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耐心的唐大夫。而且我爸年纪也大了，我想承担起振兴医馆的责任。那我呢？妻子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感觉得到。什么意思？我从小就对花粉过敏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在意？妻子，我真的是……好了，很晚了，我要走了。是不是因为唐姐？不是啊。他是你祖先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你放开我，弄疼我。对不起，妻子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国医馆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，而且你爸只会把国医馆留给你弟弟，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们家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启子，唐启子，是你逼我的。老姜，咱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，你得讲信誉啊，你突然停止供应药材算怎么回事？老唐啊，我跟你做个底吧，你缺的这些药材啊都被一个大药企给买走了，咱在商言商，那边可比平时多出了15%呢，除非啊你也愿意多出点钱。就这样啊。不是不是，真是不好意思跟您张嘴，要不了一个月绝对性会还上您的，您放心吧。这贷款为什么不能批啊？经过我们核查，国医馆没有这个还贷能力，所以我们不能承担这个风险。我求我们老板帮忙，可以给医馆做免息贷款。我把合同放这儿，如果您有什么需要，随时找我。银行贷款从来都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。像咱们医馆这种情况，银行确实不会批。确实是，念着我，这合同我都签好了，要不直接给你快递过去。你替我谢谢你老板，我也谢谢你了。您啊，跟我就甭客气了，我也是希望帮助咱们医馆渡过难关啊。哎呀，念着我，之前都是我错怪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您都是我师父。你怎么在我房间？我在等你啊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这个香囊叫做百益百顺包，对数百种轻症疾病都有缓解的作用。里面的草药是我专门为你配的，你有熬夜的习惯，带在身上可以轻身助眠，也可以缓解疲劳。谢谢啊，妻子。嗯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啊？妻子，嗯，我想出去一趟。你想去就去呗，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解绑了吗？还是你是怕迷路，所以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？不用，不是有定位器吗？嗯，那你就早去早回。好thank you.
就好。你好。嗨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我是来参加征婚的。现在还可以报名吗？嗯。但是我看你这个脸色好像不大好，要不我先帮你把个脉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的主治医生是温念周，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吧。嗯，参加征婚需要提供身份日期是吧？对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念着，坐。既然大家都已经这么熟了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。你已经把医馆抵给我们了，而且到了还款的日子，您没有还款。按照合同，现在医馆已经属于我们老板的了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们搬走的。念着，咱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呀。那您回去好好看看合同吧。甲方如若发现乙方经营医馆不善，还款时间由甲方提前，时间不限。那合同，你在骗我。您把我扫地出门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费尽心思夺得医馆就是为了推倒它，在这个几百年的医馆原址上建一所以我命名的医院，怎么样师父？我早就看你心术不正，我不应该相信你。不要干嘛？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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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呢？妻子，本来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继承医馆，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样。温念周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秦简之前说你居心叵测，我居然没有相信，是我瞎了眼。别跟我提了。刘丽丽是你们老板的女儿吧？如果她知道她的主治医生在这里叫嚣，你觉得她会怎么看你？我才是她的主治医生，你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你觉得她会信谁？今天只是个警告，我劝你们早点搬离。
启子是我朋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医馆还贷可以延缓几天吗？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问题。丽丽啊，这些商业行为你不明白的。我以前发善心提供了无息贷款，现在看来就是在浪费资源，还不如趁早改建，发挥更大的价值。刘总，医馆不能拆啊，它有着数百年的历史，承载着数十代中医的心血。那也不能证明它就是有价值的呀，没价值的东西就应该推陈出新。那如果我们可以治好丽丽的病，是不是就可以证明医馆存在的价值？丽丽病了很多年了，温医生苦心治疗那么久都没有转机，你们凭什么？我曾经诊过丽丽的脉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，如果不成功的话，我们就立刻搬走，绝不纠缠。爸，好吧，就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这时胎里带的先天性气弱，耗伤心阴，心气不足。那到底能不能治好啊？这种病没办法根治，只能慢慢调理。又是调理？这种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你们号称百年延续的国医馆就这点能耐啊？啊，爸，我胸闷。丽丽喘不上气了。丽丽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温大夫，我去拿药，快！这个香囊叫做百医百顺包，对数百种轻症疾病都有缓解的作用。丽丽，你闻闻看这个。丽丽，怎么样了？感觉好多了。吃什么药啊？刘总，我们唐家还有一个大夫，这个药就是他研制的，或许可以请他来看看。算了，已经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，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庸医了，赶紧走。是唐金简医生吗？爸，我想试试。爸，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去把唐医生请来，如果再治不好我女儿的病，你们国医馆立刻拆除，你们全家立即走人。好，我答应。唐家祖先在上，都怪我经营不善，医馆出了事情，还请唐家祖先帮帮忙，我日后定给您多多烧香。姐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你要不要还原一下现场？这就不用了吧，说出来可能有点离谱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呀，你试试呗。是啊，小七，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呀。好吧，那我试试。我说祖先们啊，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人模人样的，怎么就生出我爹这么个老古板呢？灵啊，谁去？要不你们上来找他聊聊。小七，你这是在诅咒你爹早点死吗？哎呀，不是当时生气才吐槽一下吗？不和你计较这些了，你仔细想想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好像有雷声，下着大雨。我有办法。
豆，这样会不会惊扰到祖先呢？就是要惊扰，不然他怎么出来？惊不惊扰不知道，再这么下去，这画肯定是完了。哎呦，算了吧，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都怪我熬不住祖业了。是我的错，以为他会回来。走吧。唐采臣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一直指责你傲慢无礼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相信你说的话，相信温念哲。你一定对我很失望是不是？你之前一直都说我没有目标，但是现在我有了，我想要你回来。神医大人，请你从画里出来吧。谁说保不住了？祖先显灵。现在才出来，你们一喊我就下来，那岂不是很掉份？且等你们一脸失望，我再出其不意的出现，岂不美哉？那你干脆永远不要出来好了。我怕我再晚点出来就缺胳膊少腿了，更何况某人不是说需要我吗？说吧，何事求我？还以为搬的什么救兵呢？救贫民，国医馆的一个小学徒，还说自己能治绝症，真以为自己是神医？妻子的人选已经另有其人了。是谁这么好的运气能成为唐医生的妻子啊？如果能成为他的丈夫，那才是我的福气。刘总，按照这个方子，每日三次，不出半年便可见效。还有半年？怎么这么久啊？你女儿现在身体严重亏损，根本用不了急性的药物，之前的治疗全部停掉，先用我这个方子调理身体，达到益气平衡的效果后放好缓缓用药，明白了吗？那你的意思是丽丽是被人耽误的？是或不是，那就得问她之前的大夫到底如何用药才导致身体气虚至此。不是刘总，你听，别说了，半年就半年，只要能治好丽丽的病。另外，药物的煎制极其讲究火候，得由懂药理的大夫亲自看管。我看这件事儿就由唐启的大夫亲自负责好了。当然了，价钱自然也是不会低，花多少钱都行。按照我之前给皇族
按照我之前给贵族看病的价钱，一次问诊大概是700两纹银，加上药物的费用，一共是240万。我且问你，医馆欠你多少钱？200万整。那正好，这是一年的假期，你应该可以承担吧？可以，钱不是问题。既然如此，医馆还有别的病人要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那就不送你们了。刘总，哎，小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到底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齐子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忍心让你跟别人在一起？我只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，你想利用我得到国医馆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不是，齐子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当初彩晨劝我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警惕一些。唐齐子，你别忘了，他是你祖先。你伪造图纸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。我奉送你一句话：德不配位，必有宰殃。希望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所以你真的不是我祖宗？当然不是了。回到华中后，我就都想起来了。我随我的养父入住唐家，后面因为入朝做官，唐家觉得我光耀门楣，才准我进了唐家宗祠。但至于那幅画嘛，应该是后来找唐家的画师同意画的吧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幅画真的跟你一点都不像。有吗？那你要是不姓唐的话，你本来姓什么呀？我本家姓宋。宋勤俭。宋勤俭。唐啊，宋勤俭。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个名字特别的可爱。虽然我不是你的祖先，但我也是你的先辈，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。是前辈。这次咱们家医馆的事情，小唐的功劳最大，也都怪我老糊涂了。爸，别说这么丧气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庆祝我们医馆活下来了。爸说的对，这次彩晨兄功劳最大，我们敬你一杯。小齐啊，爸决定从明天开始起，你就和我轮流坐诊，明天你先来。好啊，爸。明天妻子就可能没空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就剩下12天的时间了，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不想和启子分开。对不起，妻子。要不你重新回到画里吧，我看着画也好呀。回不去了，回去的机会只有一次。那你为什么还要从画里出来呀？因为我还没有好好跟你说声再见。那我们能重新连接吗？我们还是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那我来吧。
一德，啊，我要和启子成婚。爸，如果您不同意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秦姐，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家小七？是。爸，您这是同意了？不同意又能怎么样？你们不都已经……爸，你真好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开明了吧？这不像你风格啊。其实吧，爸一直特别看好秦简。要不是温念洲说唐秦简是咱们的祖先，估计啊，他俩早就结婚了。财神兄，你真不是我们家老祖宗啊！我觉得你真应该多吃点牛肉补补脑。嘿，那合着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离开我一丈之内。既然卓子选择了你，希望你尽快禀告双亲与我孤日成婚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记住了，要叫我神医大人。唐彩臣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我住在一间屋子你就是我的神。我讨厌你，以后跟我保持距离。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我家小七都成大姑娘了，叫我出家。爸知道，这些年因为你妈的事情，你一直记恨我。当年你妈生了查不出来的重病，她不想死在医院，是爸强行把她接回了家。能用的办法，爸都试过了，可是还没治好你妈的病。当时你还小，爸没告诉你，再后来就再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说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临终的时候再三嘱托不让你出去工作，他只怕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。一转眼今天都要出家，那个爸，姐夫没剩多少时间了，咱以后有的是时间谈心啊。送入洞房。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欢愉在今夕，夜晚即良时。一开始我出现的时候，你害怕了吗？特别害怕。到第二天晚上，我还害怕的睡不着觉。我可是很快就适应了你们的生活。但是比起当时，现在的我好像更加害怕。不用怕，如果我离开之后，你要把这些当作是一场梦。从我出现的那刻开始，再到我消失的那刻结束，你把它当作是一场很美好、很美好、很美好的梦，这样你就不会心痛。就是一场很美好、很美好的梦。妻子，保重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赶紧过来吃饭了，快点啊！怎么还是只有这几个粉丝呀？哎呀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要玩手机。那我再看看。小齐。还不是因为你老罚他下跪。爸罚我是为了我好。唐吉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小齐，你不会是因为爸不让你出国还在生我的气吧？当然不是了。爸，我决定留在小镇。真的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睡了一觉还大彻大悟了？医者无大小，患者无尊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成为一个无论病情大小都一视同仁的医生，留在小镇，跟老爸、巴豆共同经营好国医馆，造福一方。行，不愧是我姐，格局就是大。但是咱先说好啊，这医馆可跟我没关系，我呀就是想躺平。行，姐养你。到底是我姐。出发。小姐姐，我想请问一下路。初次见面。哎，但是我看你好眼熟啊。你好。哦，
我住那个住在附近，所以可能会有打过照面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是附近医学院过来采风的。听说镇上有一家医馆医术精湛，专治疑难杂症，好像叫国医馆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走。我就是那儿的医生。是吗？哎，我可以去那里学习请教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啊，好。你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吗？我叫王宗赫。你呢？我叫